曾经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联络处志工第七年参加地球博览会，在志工多年的推动下，今年参加的300多个摊位当中，卖食物的都改成卖素食，而慈青则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展现年轻人的活力。机长打个招呼，接着请进来慈济的摊位。这是慈济圣地亚哥联络处第七年参加地球博览会，教导制作环保盆栽，解说慈济的环保理念。慈青的用心，人人看得见。To tell them about ways to recycle and how we help the earth. I really like it, and I'm sure they would too. And by sharing the love and compassion.The world can be a better place. We started out like this, and they 从自己做起，好的影响逐渐扩大。慈济志工藏不住喜悦。从去年开始，假如没记错哈，他们这边所有食物来卖食物的，全部都变成素食。其实我去年知道的时候，非常非常开心。用心坚持种下的善种子，终将萌芽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宋宗昌、范兆宏，美国报道。